父子万难，云何六入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前边所讲的是无因，这个无因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，可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表现。现在佛又叫阿难说：“菩萨，阿难，云何六入本如来藏？”怎么说这个六入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都是如来藏性呢？就像下边这六入分别解释这个六入。为什么六入是如来藏性？恶难，即彼目经，邓法老者兼目于老，同是菩提。邓法老相，佛叫阿难，说阿难呢，即彼目经啊，就是在前边所说的这个目经，这个眼目啊。看虚空，看的是邓法老相。邓法老者，这个眼睛，它瞪而久而久之，它就生出一种疲劳来。兼目于劳，这个兼呢，就兼全这个目和这个劳。这两种啊，同是菩提邓法老相，这两种的表现呢，这都是不离开这菩提邓法老相，在这个真性菩提里边呢，生出一种老相。因与明暗二种王尘发见居中，悉此尘相名为见性，此见离彼明暗二尘，毕竟无体。为什么我说这是菩提真性菩提心里头的邓法老相呢？阿难，你要知道因于明暗呢，因为借着啊明暗这两种的色相，这个明和暗两种色相，二种妄尘，这两种呢，这明暗这两种也都是虚妄的一种前尘的境界。发见居中啊，那么有这种虚妄的境界了，所以其中就发生一个这个见，这个见性。悉此尘相，这个见在吸收，吸收啊这个前尘这种的形象，名为见性，这个叫一个见的体性。这个见性啊，不是我们禅宗讲明心见性的这个见性，这个见性呢
就是看见的这种体性。而明心见性，这个见性呢，就是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那个见性呢，是见到自己本有的这种佛性了。这个见性呢，只是一个见的性，而不是那个明心见性的见性。此见离彼，这个见性啊，离开那种啊明暗二尘，明的尘和暗的尘，毕竟无体，它没有实体。毕竟呢，是究竟它没有一种实体，没有实在的一个东西。入是恶难，当知是见，非明暗来，非根处不于空生。入是恶难呐、你当知是见，你应该呀知道这个见性的见，非明暗来，不是从明来的，也不是从暗里边生出来的。非于根处，也不是从这个眼根生出来的。不于空生，也不是在这空里边生出来的。何以故？要从明来暗即随灭，应非见暗，要从暗来明即随灭，应无见明。什么缘故呢？恶难啊，假设这个见性啊，也是从这个明这个尘来的啊，暗即随灭。那么明暗这两种尘呢，是不能并立的，明来再暗去，暗来再明去，明暗不能并立的。你要说它是从明来的啊，暗即随灭，这个暗就灭了，没有，不可以有暗的，应非见暗。那么这个见呢，这个见性不就不应该呀再看见这个暗的东西。那明去了这个暗，这个见也可以看见暗，然后这也不是从明来，也不是从暗来，要从暗来，明即随灭。假设这个见性是从暗那个那种尘生出来的，那明也就不应该有了，明即随灭，应无见明。人们应该呀也见不着这明的景象了。要从根生必无明暗，入是见经本无自性。你要说这个见呢是从眼根生出来的，必无明暗，因为这个你从眼根生出来的也没有明和暗这两种尘相。入世见经啊，你要像这样说法，这个见经啊本无自性啊，它也没有一个自己的体性，你要从根出来的，所以也不是从根生出来的。绕于空处，前主尘相，归当见根，又空自观，何观汝入？你如果你说这个见经啊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，前主尘相，像前边他能看见这个尘相，那么这个见他要回来的时候，归当见根。回来他的时候也应该看见自己的眼睛才对，他向前能看，那么向回来怎么就不能看了呢？也没有什么东西挡着，为什么就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了呢？又空自观，又者你要说他从空生出来的，那空自观空，空他自己看他自己，
何观汝入，这与你自己，与你恶难自己的本性也没有关联呢，你这个入不入管空什么事呢？所以这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。是故当知，眼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因为这个，所以恶难你应该知道，这个眼入啊，这六入，第一个是眼入，啊，就是眼根。那么这也是一种虚妄而生，虚妄而灭，本非因缘，也不是由因缘生，也不是由因缘灭的，也不是由自然生，也不是由自然而来的，这个它的来处都是从如来藏那里边生出来的。恶难，譬如有人一灵手指击塞其耳，耳根牢固，口中作声，兼耳欲牢，同是菩提，更发牢香。现在讲这个耳入，恶难，比方有这么一个人，这是根本没有，没有这个人呢，这样子来开玩笑的。佛呢，就假设有这么一个人，有这么一个人怎么样的呢？一两手指，用两个手的指头，手指头。击塞其耳，用手指头啊把自己这个耳朵堵上，耳根牢固，你堵的时间久了，外边的声音听不见了，听不见外边的声音，可是啊里边呢做了怪了，里边有声音出了，俺们听声音都是听外边的，啊，现在你给把耳朵堵上啊，这耳朵它外边听不见了，它听里边的声，里边有什么声呢？头中作声啊，因为你把耳朵堵上了，塞住了，耳根呢？久而久之，他外边听不见了，他也好像你这个人总在一个房里，他不出去，不到外面看一看，所以呀、啊，时间久了就觉得好闷，就要到外边去散散步，跑一跑，这跑一跑，这耳朵他是在外边听惯了。你这回不叫他听了，给他堵上了，突然他听不见了，这回他听里边的，头中作声，头中呢，头里边呢有声音了，什么声音呢？啊，那什么声音你试一试就知道了，自己呀、啊、试一试，你堵他两天，你看看他都听到什么声音，哼，啊，然后你再就知道了。所以现在我不讲这个听见什么声音，兼耳于牢啊，这种的牢的相发生出来，有耳朵啊和这个牢两间的这种的牢相啊，同是菩提啊，同是啊这如来藏里边的这个真性菩提，真性菩提啊，邓发老相啊，这是真性菩提啊，由这个一念的无明生出妄来，
然后才变成在耳根上啊有这种的作用。因于动静二种妄尘，发闻居中悉此尘相，名听闻性。此闻离彼动静二尘，毕竟无体。这个因为借招啊，这个动和静这两种的妄尘，这两种的这种的妄尘呢，所以发闻居中，这其中啊就发生一种闻性在这里。悉此尘相，这个动静这两种妄尘，由这个耳道里头又发出一种闻的性，这种闻性吸收，好像那个吸铁石啊，吸铁似的。这个吸收啊，这个听觉啊，也是有这种的意思，所以叫吸。吸此尘相，这吸这种尘相呢，这都是不清净的，那是尘。俺们为什么自性里有染污？我告诉你们，就是眼睛看东西，这也吸尘相，不洁净；而他听东西，听什么声音，这也吸尘相，也吸的一些个不清净的东西。俺们本来自性是清净的，没有染污的，因为啊，吸收外边这些个尘净，所以自性里边呢就变成有染物了，被吸收啊！不要说旁的，就这个吸字啊，中国人叫这个抽香烟，就叫吸烟。这吸烟的嘛，这一吸啊，把那个烟都吸到肚里头去，烟到肚里头啊，那肚里头啊，你看不见的啊。因为在肚子里边呢你看不见，你吸烟的人呢，那个喉咙啊，那个肠子里边呢都有烟油子，就好像那个烟筒啊，那个烟筒你没看有那个黑黑的那个烟油子，你要吸烟的人呢，你的肚里头也都有那烟油子，不过你不能没有开刀开开看呢，所以你那个甚至于这个肠子啊喉咙啊都变了那个烟柚子那个色了，你也不知道啊。这就是吸尘呢，这吸此尘相呢，也就是这种道理。因为你吸收外边的尘相呢，你看不见呢，但是对你自性上啊都有那种柚子，有那种啊染污的东西了啊，就是不光明了，遮住了。所以那个神秀说身是菩提树，心入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修拾惹尘埃。这个偈颂啊本来说的也很好的，不过它是不是见性的话啊，在没见性呢之前是一个修道的位置，说修这个时候在修道呢，修道啊也就好像擦那个镜子似的，擦这个镜子啊，擦来擦擦去它就光亮啊。这修道的人呢就好像那个抹这个镜子上的尘似的。这是神秀啊他说这个偈颂，咱六祖大师说
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那是什么事情都办好了，修道已经正果了，所以正果之后这些工作都不需要做了。那么一般的人呢就说，哦，六祖大师这个偈颂啊说得好，神秀那个就说得不好。其实两个偈子是一样好，都好啊。明白佛法的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不明白佛法啊，你说出佛法他也不觉得是佛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要认真的研究一下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啊一切道理都可以明白。明听闻性，这种啊由这个耳根吸收这种沉静，这叫啊听闻性，这个名字就叫一个听闻的体性。此闻离彼，这个闻性啊要离开彼，离开那个动静二尘，这个动的尘和静的尘。毕竟无体，它没有自体的，毕竟没有自体的，它没有体性的。若是恶难当知，是闻非动静来，非欲根除，不欲空生。若是像上边所说，这个通是菩提等法老相，这种的情形，恶难你应该知道。这种的闻性啊非动静来，不是从动静而生出的闻性，也不是从这个耳根里生出来的闻性，不与空生，也不是从这个空间里边生出来的这种闻性。何以故？要从静来，还是像前面那个意思差不多。不过俺们人不要嫌麻烦，这个道理呀、啊、是要详细说，佛把它详详细细的显示出来，这个六根呢这种境界啊，要从静来，动机随灭。要是从这个静中来的这个闻性啊，那个动的时候就应该随灭，就灭了，没有这个闻性了。那么他在静的时候有闻性，在动的时候也有闻性，所以呀、啊、这不应非闻动啊。你在这个动既然灭了，这个动声音也听不见了，要从动来。如果这个声音闻性是从这个动中来的啊，静即随灭，静也就没有了啊，应无矫静啊，也不知道，应该呀、啊、就不知道啊就有静的相。你要是从动中来就不知道有静的相，从静中来就不知道，不应该知道有动的相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闻性啊不是从动静这两种的尘相生出来的，要从根生，要从那个耳根生出来的，必无动静啊。若是闻体本无自性，要从那个耳根生出来的，必无动静啊。你
这个动静啊，这两种的禅呢也就没有了啊。入世文体，好像上边所说这个文的体性啊，本无自性。为什么呢？它要是有体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体性，现在这个文性啊，你也找不着它的体性。要从空处，要从那个空间里头出来的啊，有文成性，既非虚空，有空自闻，何观如入。要是啊，这个文性从空间里边发生出来，有文成性，即非虚空。空它是没有知觉的，是个无知无识的，它叫空。如果这空要有一种文性的话，空要有一种文性，即非虚空，这就不叫虚空了。这是不是从虚空来的？要空自闻，这空啊，你就算它从虚空生出来的这个文性，何关如入呢？这与你也没有什么关联呢，与你的个人呢没有关系的啊，风马牛不相及的。是故当知，因为这个你应该要知道啊，而入虚妄，这个而啊入也是一种虚妄的，这种文性虚妄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本来也不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所生。何难譬如有人唏嘘其鼻，许久成痨，在于鼻中唯有冷楚，因楚分别通塞虚实，若是乃至诸香秀气，兼鼻与老同是菩提，邓发劳香。前边发眼耳这两种肉解释已经，现在将这个鼻入。恶难，释迦牟尼佛啊叫一声恶难，这叫恶难的意思呢，就是叫这个恶难特别注意，我跟你讲的道理你要特别注意听。譬如有人呢，比方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么一个人干什么呢？他没有事干，没有事干呢，自己和自己呀来开玩笑。怎么样开玩笑呢？就是啊，唏嘘其鼻呀。怎么叫嘘鼻呢？就是，这么嘘鼻啊，这叫嘘鼻，万里抽泣，万里唾泣啊。这鼻子闻要有事情才这么闻闻一闻呢，但是这个唏嘘其鼻啊，他不当急，而且还时间久啊，唏嘘其鼻，时间也久啊，许久成痨啊，许久啊，你别看万向里抽气呀、啊，向里抽气，你抽的时间久了，
也觉得疲倦了，这个鼻子也疲倦了，疲倦了，就有了一种呢妄想，这鼻子也生出妄想，生什么妄想呢？啊，在于鼻中啊，因为你虚气虚久了，他觉得疲倦了，他就打妄想了。打妄想，打什么妄想呢？他也想啊，休息休息了。可是啊，这个人不叫他休息，不叫他休息呀、啊。于是乎啊，他就有了感触了。有了什么感触呢？具有的文有冷处啊，这个虚气呀、啊，这个气呀、啊，他就觉得凉了，冻了，啊，非常的寒冷的。因处分别呀、啊，在这个气的寒冷之中啊，由这种气到鼻孔里边这种触角啊，这种触角才生出一种分别性。分别什么呢？啊，它是分别通啊散。啊，我这鼻孔通气啊，啊是不通气呢，或者左鼻孔通气，右鼻孔不通气，或者右鼻孔通气，左鼻孔不通气，它就分别上来了。啊，你说没有事情，他就找事情来干，就生出来这么多的分别心。虚实啊，虚怎么叫虚呢？这个通就是虚，这个散就是实啊。他觉得啊，这我现在鼻孔啊，是不是伤风了，不通气了啊？有这种分别心。入世乃至啊，像这样子的啊，诸香嗅气，这个嗅气呀、啊，就是臭气。这个臭气呀、啊，怎么叫个臭呢？自大，这自己呀、啊，看着自己很大的，这就念个臭字啊。这所以说自大是个臭啊。你怎么叫臭呢？有的人回答不懂，不知道什么叫臭啊，什么叫香？香他也不知道，臭他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把那个鱼呀、啊，放在那个地方，也不要理它，时间久了它就臭了啊。臭的时候啊，就生了虫了，生了虫那时候啊。啊，这鱼本来是好吃的东西，生虫之后再给你吃，你也不愿意吃了。啊，你一想它那个味道啊，啊，不要说吃啊，一想就要作呕了，就要吐了。这也好像啊，那个说酸梅啊，这口里就生水了一样。啊，你想站那个万丈悬崖上边，哦，这个脚心就发软了。就酸了，一个样道理啊。你要想这个臭的东西呀、啊，啊，就要做就要吐了，吃的什么东西都要吐出来。你很奇怪的，这上海人呢，他专门欢喜吃臭的，欢喜吃臭豆腐啊。那个臭豆腐啊，上海人呢，或者我知道我认识很多上海人，那个臭豆腐臭的就和厕所那个屎那个味道一样一样的，哦，他欢喜吃那个东西啊。你说奇怪不奇怪呢？啊，真的，这个不是，我不是骂上海人，不是说上海人，真是这样子。还有我到葡萄山呢，葡萄山那个法语寺和普济寺专门吃什么呢？专门吃那个臭的甘蔗。那甘蔗就是做糖的甘蔗，他把它不知怎么样弄的那个味道啊，臭得不得了。我到那个地方啊，本来我不选择吃的，我什么东西好的不好的一样吃。我的对这个吃东西上这个分别心呢，这个食啊
还不用的啊，但是那个甘蔗臭的也很不容易吃的，很不容易吃。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呢，他一定要吃那个臭东西不可啊，这就是各有所好，各有所好。那么哎，他好那个东西，你想不给他吃，他认为你要带他啊，好像啊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的东西，欢喜吃很多种的味道，所以呢，这是每一个地方人的性质不同的啊。诸香嗅气，香和臭，主要啊。我方才讲不是吗，这个臭啊不管它，你总而言之不要自己大，自己看着自己很大，那就臭了，那比那个臭鱼啊，比那个臭屎都臭的啊，就没有人敢进你了。哇，你那么大吗，你那么大还谁也不敢接近你了。为什么不敢接近你，不是说你大他不敢接近你了，因为变成臭了，所以就没有人敢亲近你了啊！烟鼻与劳，这个鼻子这种啊，入和这个劳同是菩提，这都是那个真性菩提的表现，迸发老相，这是那个真性菩提的迸发老相，现出来。这种的境界啊，所以呢这个鼻入啊的道理是这样子。烟雨通塞二中王臣发文局中，西辞沉香名秀文星，此文以笔通塞二尘，毕竟无体。这一段文呢，是说这个引鼻入啊，没有体性。因与通塞二种往尘，他依照。因为有通和塞这两种的妄想所现出来的尘，这种啊不清净的东西发文之中，这其期间呢就发生一种的闻性，这个闻性不是耳朵闻那个闻，这就是一种嗅闻性，嗅闻性呢，就是这么，用鼻子这么闻。其中，西此沉相呢，因为这个嗅闻性啊，在吸收啊，这个通和塞这两种的沉相，名嗅闻性。这个呢，就是。叫嗅闻性，这个嗅闻性啊，也不是反闻闻自性那个闻性，不是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观音菩萨他反闻闻自性，听自己的这个自性，啊，性成无上道，他得到耳根圆通。这个闻性呢，就是听闻那个性。能听闻那个性，不是自己这个性，是那个闻性。此闻离彼呀，这个闻性啊，离开彼，彼就是通塞这两二尘，这个通和塞这两种的沉静前尘，离开这两种前尘的话，毕竟无体。
啊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体，没有个体性，自己没有，没有体。当知是闻非通塞来，非于根处，不于空生。这还和前面呢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你应该知道恶难啊，这种的闻嗅闻性啊，不是从这个通塞而有的这个闻性，也不是啊从你这个鼻根呢、啊、而生出这种的闻性，也不是从虚空里生出来的啊。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何以故？要从通来，再在闻灭，云何之在？若因塞有，通在无闻，云何发明香臭等处？何以故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什么道理呀？我说它不是从通塞和这根和这虚空来的呢，我给你讲一讲啊，你听听。要从通来，假设这个闻性是从通来的话，塞在闻灭，这个塞从通来的，通和塞正是相反呢，那么塞就不会有闻性的，塞这个闻性就会灭了。云何之塞？既然塞的闻性没有了，你怎么又知道会知道有塞呢？如因塞有，假设这种闻性是因为塞而有的这种闻性，通在无闻呢，这个通就不会闻到这种闻性了。怎么通也可以闻，塞也可以闻，这也不是从通来的，也不是从塞来的这种闻性，这是啊，你应该明白了啊。云何发明香嗅等处？既然这个通和塞都不是，那怎么又发明的这个香和这个臭这种的触角呢？要从根生，必无通塞。入世闻即不本无自性。要从根生，要从这个鼻生出来的，必无通塞，也与这个通塞也没有关系了。入世闻即啊，这种的闻的技能啊，本无自性，讲来讲去它也是没有自性的。要从空处，这个闻性如果从空处的，是闻自当回嗅入鼻。孔子有闻，何关如入？你要说这种闻性是从虚空里出来的话，是闻自当回嗅入鼻。这个闻性啊，应该呀、啊，在虚空出来这个闻性，它应该先闻你这个鼻子，又可以返回来呀、啊。闻自己的鼻子。空自有闻，又者有一个说法，那空它有闻，就算这个闻性是从空那儿来的，何关汝入？与你这种啊鼻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想一想看啊，是有没有这个道理呢？没有这个道理呀、啊、是故当知。因为这个你就应该知道，所以呀、啊、圆的道理，鼻入虚妄的这个鼻根生出这种的闻嗅闻的这种能力呀、啊、也是一种虚妄不实的。
啊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本来不属于因缘所生法，本来也不是一种自然生成的。那么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啊，我前面不讲过吗？啊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不出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些个技能和他的知觉都是在如来藏妙真如性里生出来的，因为一念无明而生出种种的妄见妄相，生出这个见分和相分，见你所看见的这是见分啊，相分只是啊有形象的，这都是由一念的无明这个妄想心所造成的。何难，譬如有人疑舍敌稳，疏敌令劳，其人扰病，灾有苦味，无病之人唯有甜楚，有甜与苦，前紫色根不动之时，淡心常在，坚舍与劳同是菩提，等发劳相。在没有听经啊之前，俺们自己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天天呢和他在一起，但是天天也不知道他的来源从什么地方来的，谁不知啊，在如来藏里头啊，这么多的东西在里头装着。你说那如来藏是有多大呢？可以装的这么多东西。这个如来藏啊，比什么都大，所以才什么都能装。如果他要是啊，不比什么都大的话，他就装不了这么多的东西。你说这么多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分类，你分开一类一类啊，你有你的眼入，他有他的眼入，你有你的耳入，他有他的耳入啊，你有你的鼻入，他有他的鼻入，你有你的舌入，他有他的舌入。你说这个每一个人要是掺杂烂掺到一起，那你说他用的时候怎么样，怎么样再用呢？如果不掺到一起，分开一个人放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要多了，要大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就不要说每一个人，你就人与人呢放到一起，这恐怕也没有用很多。这如来藏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如来藏啊比什么都大，所以它什么都能装，无所不容。咱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？都在如来藏里边，都在如来藏里边。说我们没看见如来藏是个什么样子的，你天天看见你不认识，你天天呢日用行为都在如来藏里边，你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到的什么一切一切都是在如来藏里边啊。你不知道如来藏是什么样子，中国有那么一句话说，不见庐山真面目，没有看见庐山是个什么样子的，志愿身在庐山中。这因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庐山那个样子啊，那个相貌啊，那个面貌啊，
就因为你的身呢在这个庐山里边呢，所以整个的庐山呢你看不见。俺们为什么不，你明白佛法的人知道一切都是，一切都是如来藏的表现，不明白佛法的呢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如来藏啊。他总还谤佛了，怎么谤佛呢？你说佛教徒净讲如来藏如来藏的，什么东西他都藏起来啊，这佛的贪心呢比谁都大，什么东西他都收起来了啊。他说佛的贪心呢比谁都大啊，把什么东西都收到如来藏里头啊。可是啊这是错误的，佛啊，这个如来藏啊不是佛的，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啊。所以这样的见解是错误的。恶难，譬如有人，我再给你说一个比喻，以舌抵吻呢，以这个舌头啊来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子啊，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子，抵吻怎么舌头啊猛吻这个自己的嘴唇子。我再给你们说个笑话啊，大要这个人呢一定是没有女朋友，所以他自己呀、啊、和自己来接吻。啊，你相信这个道理吧？啊，相信我讲这个道理，这是实在的。啊，以舌抵吻，舌抵令牢。啊，他不是就这么一吻就得了。啊，他自己呀、啊，总时时的吻自己的嘴唇，自己吻自己，自己吻自己。闻的时间久了也就生出一种疲倦了啊，期间要病了。这个自己闻自己嘴唇的这个人呢，要是有病的话，假设他要是有病，有什么毛病在身上啊，再有苦味就会啊，闻了时间久就会有一种啊苦苦深深的那股味，苦深深的就是苦味，你不，这是北方一种徐语呀、啊，说你说话苦深深的，苦深深就苦的那个滋味，苦的很厉害，啊，这个人呢有病，有什么病呢？啊，有这种呢，中文呢讲就或者叫相思病，什么叫相思病呢？就是净想女人，所以呀、啊，他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呢、啊，吻了很久了，他觉得苦了，觉得哦，这不是滋味呀、啊，没有什么意思啊！你看我讲佛法讲呢，这个人都没有这么样的明白，一讲这个问题呢。人人都懂了，哎，其无病之人，没有病的人呢，未有田楚啊，有少少的，那没有病的人呢，有很少很少的味啊，田楚，对甜的味道，啊，有甜与苦。有这个甜和这苦这两种的滋味，咸此舌根才能啊把这个舌根的这种的功能啊，这种的功能显出来了。不动之时，在这个舌头啊不动的时候，淡性常在，这个淡性啊常常啊在这个舌头上，淡性啊就是没有味道，什么味道也没有，这叫淡性。见舌与牢，这个舌和这个牢两种合到一起，为什么它有这种牢，舌头上有这种牢呢？这是同是菩提，
邓发老相啊，这都是这个真性菩提里边生出的一种网，而有这种邓发老相，因甜苦淡二种网尘发之居中，悉此尘相名之谓性，此之谓性离彼甜苦即淡二尘，毕竟无体。这个淡呢，他自己不算一个，所以这个说二种，因为淡它是没有味道的，淡而无味。白水炖白菜，淡而无味。也没有加盐，也没有加油，用这个白水炖白菜，淡而无味，没有味道。因甜苦淡二种网尘，这个淡呢是虽然有这个淡字，就是它没有味道，所以就说两种网尘发之居中，发生一种知觉啊，在这里边吸此尘相，吸收啊这个甜和苦这两种相，名知味性，这个名字啊就叫知道味的这一个性。此之味性啊，这种知味的性啊，性能啊，离彼甜苦即淡二尘，离因为这个淡呢、啊，本来是淡的，它生出这一种苦，生出一种甜，也可都可以说，这个淡呢，也就是苦，也就是甜，所以呀、啊，这就说两种的尘。毕竟无体呀，他没有一自己没有体性。若是恶难，当知若是常苦淡，知非甜苦难，非因淡有，又非根出，不与空尘，这和前面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若是恶难，你应该要知道，好像上面所说这种的味道，这种滋味，常苦淡之，你要自己呀、啊，这舌根知道这苦和淡的滋味，滋味，非甜苦来，不是从甜苦这两种的味道生出这种的知觉，非因淡有，也不是因为啊淡有这种知觉，又非根生，也不是从舌头生出来的，不与空生，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，何以故？要甜苦来，但在直灭，云何之淡？要从淡处甜即之亡，复云何之甜苦二相？什么缘故啊？要甜苦来，要从这个甜苦来的这个这种知觉知味的这种知味性。淡在知灭呀，那么淡这个知就应该灭，没有了。云何知淡？怎么他又知道有这个淡的味道呢？要从淡处，这个知味性啊，如果从淡这个味生出来的，甜即知亡，这个甜这种的知味性啊，又应该没有了，应该亡了，亡了没有了。浮云何知？见这个甜没有知了，那么怎么他还能知道
甜苦二相呢，怎么会知道这个甜的和苦的呢？要从舌生，假设这种知味性啊，要从舌头生的，必无恬淡，基于苦尘。四肢未根本无自性，必无恬淡。你要是啊，要从舌生，这恬淡的味道啊，不应该有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从舌头，舌头本身它没有恬淡味嘛。要与苦尘，要是又有这个苦的味道，四肢未根的，这种啊，知味道这种的舌根的，但无自性，知味道知味性啊，它没有自性的。要从空处，这种的知味性，如果从空里边出来的，虚空自味，虚空自然知道他自己的味道，你怎么会知道？非如口知啊！虚空它也有从虚空出来的这知味性，虚空自己知道，你口不会知道的。又空自知，那个空自己知道它什么这个知味性，何关如入？这和你这个舌入啊，也没有关系啊。是故当知，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。因为这个，所以你应该要知道，恶难，你不要再呀、这么样子糊涂，你不要再这么样子愚痴，你不要再这样不明白啊！怎么呢？你要知道啊，舌至当知舌入虚妄，这个舌这种入啊，也是一种虚妄的，也不属于因缘，也不是自然性，它是啊，也是由那个真性菩提如来藏妙真如性里边生出来的。